大家好，又到了 Costco 每周特价时间。一年一度保健品大范围特价又到了，综合维生素 B 族、C 族、D 族等维生素特价纷纷登场，普遍都有六七块钱的折扣，算下来能省一大笔钱呢。这周最给力的是六件套床上用品 Queen Size 只要11.97块，这样的价格连布都买不到吧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Richmond 店这周都有什么特价清仓价。略带辣味的泡菜拉面，汤头都是浓浓的泡菜味，带点甜，是不少人喜欢的风味。这一盒12碗，原价13.99块，减3块钱后现价10.99块。完全煮熟的鸡肉饺子，有浓郁的芝麻姜的香味，用微波炉加热1到2分钟就行了。这一盒900克，原价10.99块，减2.5块后现价8.49块。100%水果制成的水果酱，小纽帽的酱袋，袋子可挤压，可重新密封，非常方便外出携带。这一组24袋，苹果、草莓、苹果香蕉、苹果桃子4种口味，原价17.99块，减4块钱后现价13.99块。有147年历史的番茄酱，采用新鲜、成熟、多汁的红色番茄制成，不含防腐剂、人工色素、香料。这一组2瓶，原价8.79块，减2块钱后现价6.79块。模拟鸡肉纤维的植物性食品，具有与传统鸡肉相似的质地和口感，适合素食人士以及想要减少动物产品消费的人。这一盒907克，原价13.89块，减3块钱后现价10.89块。无农药种植的西兰花，去了茎的全是一朵朵的小花，加上单独速冻，不会粘连在一起，里面有4袋，共2公斤，原价12.99块，减3块钱后现价9.99块。以五花肉为原料的大众菜谱，自称沿袭正宗的上海风味，用酒、酱油和糖打造出浓油赤酱的特色，用它的方法加热，味道更像叉烧。这是它第一次特价，原价18.99块，减4块钱后现价14.99块。被称为世界上最好蜂蜜的麦卢卡蜂蜜，不同于普通蜂蜜的活性成分，具有高效的抗炎性、抗病毒性，是天然的抗生素，什么时候特价都看见有人买。原价45.99块，减10块钱后现价35.99块。酸黄瓜表皮裹着面粉、面包糠的脆片，腌黄瓜本来是消食的，又用来油炸，开箱过是真不喜欢。原价12.99块，减3块钱后现价9.99块。蔬菜比重超过了50%的小饼，用菠菜、羽衣甘蓝、红辣椒、胡萝卜混合制成，没有人工香料，是一款低碳水化合物零食，对素食人士较为友好。这一袋454克，原价9.99块，减2块钱后现价7.99块。有299年历史的日本芝麻油，采用浸泡、研磨、压榨等传统步骤，确保油脂的纯净度，香气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，是日本的优质芝麻油。在 Costco 第一次见到，这一罐1.65升，现在卖17.99块。100%拉绒超细纤维的床上用品，有一张床单、一个床笠、4个枕套 ，Queen Size 的，6件清仓价只要11.97块，算下来每件不到2块钱。Double size、King size 则分别为19.97块、29.97块。
这样的价格都是超划算的。双层静电纤维的空气过滤网可捕获灰尘、花粉、烟雾等细菌，沿任何一个方向安装即可，一般可用90天。长宽高分别为 40.64 厘米、65厘米、2.54 厘米，原价39.99元减10块钱后，现价29.99元。可重复使用的便利贴，方便地贴在大多数表面上，长宽分别为 7.62 厘米、7.62 厘米，有霓虹橙、火球紫红色、地中海蓝、霓虹绿、3M 黄等颜色，共14叠，原价13.49元减3.5元后，现价9.99元。家庭常用的保鲜包装袋，感觉大号的用量最大，这一组三盒，每盒50个，原价21.49元减4.5元后，现价16.99元。还有大小不同的保鲜袋也在特价。既坚固又轻便的应急铲可以帮助摆脱任何下雪的情况，打开的长宽高分别为 22.9 厘米、 6.1 厘米、 88.1 厘米，折叠后长宽高分别为 22.9 厘米、 6.1 厘米、 58.4 厘米，每把铲子只有 1.9 磅，原价29.99元减6块钱后，现价23.99元。可伸缩的铲雪刷，旋转的刷头，内置聚碳酸酯刮刀，伸缩杆可以轻松到达难以到达的地方，长度从 106.7 厘米至 147.3 厘米，原价19.99元减4块钱后，现价15.99元。上周还有朋友问过滤器特价没有，这周就来了，它适合同品牌的水壶、饮水机，每个滤芯使用寿命2个月，或者净化40加仑的水，相当于300瓶500毫升纯净水，这一组8个，原价42.99元减9块钱后，现价33.99元。书写流畅的圆珠笔，低粘度墨水带来丝滑的书写体验，不可再填充，有12支黑色、12支蓝色、2支红色、一支紫色，共30支，原价9.99元减2块钱后，现价7.99元。这是难得一见的拖把套装，独特的水桶设计，内置拧干器，可免提拧干，最大的好处是不必频繁更换拖把布，大大节约了成本，包括一个拖把、2个拖把头和水桶，现在卖39.99元。方便清洁马桶的套装，外盒可隐藏刷头并保持直立手柄，开放式设计有助于水的蒸发，旋转拆卸刷头便于更换，原价19.99元减4块钱后，现价15.99元。柔软贴身的内裤，面料 93% 棉、 7% 氨纶，纯棉内衬，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，五条装，清仓价9.97元。缓释型的维生素 B 族复合片含有8种基本 B 族，帮助全天将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蛋白质转化为能量，帮助促进新陈代谢，有助于缓解压力、焦虑和抑郁，这一瓶300粒，原价29.99元减6块钱后，现价23.99元。被称为护心丸的辅酶酵素 Q10 普遍用作健康心脏功能的营养资源，帮助保持能量及耐力，虽然没有特价，价格也算偏低的，现在卖39.99元。美国版脑白金的大脑补充剂，帮助补充多种维生素以及提高记忆力问题，主要适合记忆力下降、经常忘事者、注意力不集中、工作压力大、用脑过度等人群使用，
这一瓶150粒装，原价28.99元，减6元后，现价22.99元。提供骨骼和心血管健康的胶囊，促进钙的吸收，并定向沉淀到骨骼中，有助于维持骨密度，利于免疫系统和整体健康。这一瓶220粒，原价24.99元，减5元后，现价19.99元。一种更容易吸收镁的胶囊，能够更有效地发挥镁的生理功能，对消化系统具有镇静温和作用，有助于维持适当的肌肉功能，对胃温和，不会引起胃部不适或腹泻。原价29.99元，减6元后，现价23.99元。气泡型的维生素饮料，每袋含有1000毫克的维生素 C，搭配多种维生素矿物质，能增强抵抗力。这一组90袋装，原价29.99元，减7元后，现价22.99元。来自瑞士的外用止痛霜，具有抗炎镇痛作用，较一般乳膏渗入皮内速度快3倍，强力渗透直达患处，迅速止痛，用于缓解肌肉、软组织和关节的轻至中度疼痛，可借助按摩加速药物吸收。这一组大小3次装，原价26.99元，减7元后，现价19.99元。专为50岁以上人士配置的综合维生素，含有更多的钙、维生素 D 和镁，有助于骨骼健康、皮肤健康以及身体代谢的能力，分男女版，原价29.99元，减7元后，现价22.99元。含有镇痛剂、肌肉松弛剂的胶囊，可有效缓解与肌肉痉挛相关的疼痛，如背痛、颈部肌肉紧张、拉伤和扭伤，是加拿大医生推荐的镇痛药。这一瓶102粒，原价34.99元，减7元后，现价27.99元。好，这期就介绍到这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，欢迎新朋友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